粉丝这种啊。Yeah, I got the mind, but I keep the chopper close by. That's just my philosophy. Misery looks after me, and I don't need the misery. House full of baby bottles like I run a nursery. Drop-top red burgers like I'm universal. A lot of niggas' fingers hurt, cause they can't get a person.谢谢你们愿意进来露宿，然后坚持到现在。我知道过程的话都会很累很辛苦，然后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都重复，然后很多体能，然后也有很多规则，然后对，就是很谢谢你们，就是愿意坚持下来。然后那些露宿的人那么多，然后我觉得你们都很棒，有坚持住。虽然你们有点欠揍，就比如说我在排高一的时候在那里玩的什么的。对，但是呢，你们从高一进来到现在还是进步很多。从我，我先讲 P 组，我一开始先教你们一点点基础，到后面越难，然后你们吸收也越来越好。然后再是 H 跟 B， 旁边要吵。H 跟 B 就是我先讲 H 组，就是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很棒，就是，都把舞跳得很好，尤其是夏天那一次就已经。跳得很厉害了，我觉得你们超赞。然后 B 组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让我们新电热舞的 breaking 能再次起来，然后你们也很厉害。对，现在你们可能在场服，然后呢，我想要说之后就换你们啦，你们辛苦啦，爱你们，加油。Hello， 我是丁梅，真的先跟你们说声辛苦啦。今天也一相信也忙了一整天，谢谢你们，让我们的惩罚也可以更顺利的运作。从看你们零基础，然后到现在一步一步更靠近舞台，也一直看到你们有进步每次的 solo 啊或者是排舞都看得到你们的努力，真的很棒，你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你们有很不错的同届，有很厉害的老师，没错，你们还有很好的学姐，哈哈哈，你们可以去很勇敢的尝试很多东西。其实你们在未来的路上应该会遇到更多更多很辛苦更艰难的事情等着你们去面对，等着你们去解决。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你们喜欢跳舞的热情，继续往前，继续努力，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站上更多更漂亮更精彩的舞台，得到更多更多的掌声跟属于你们的尖叫声，一定可以的，加油，拜拜。学弟妹啊，你们终于完成高一的重大任务，你们高二一定会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各种困难，你们一定要克服，你们可以的，加油。然后谢谢你们加入热舞社，虽然真的知道高一很辛苦，但是你们还是撑过来了，然后高二真的要好好加油，我会看你们的，加油。 Hello 学弟妹，这一年下来你们真的都进步很多，就是从你们高一开始进来到现在，就是看着你们一直慢慢的在进步然后成长，其实真的还蛮欣慰的，而且可以当你们的学姐真的是蛮高兴的，因为其实你们也都蛮乖的，而且学东西都学得很快，看着就是你们一直进步真的很高兴。然后高一这段时间呢是你们很快乐的时光，到高二你们就会有更多事情要弄，也会更辛苦，所以好好珍惜剩下的高一时间吧，然后到高二就要更加努力更加油。学弟妹恭喜你们撑过高一了耶、高二的生活会很辛苦，然后虽然会认识很多别校的人，然后就是可以多去跟他们一起练舞啊 battle 之类的，然后或是去参加比赛，对，可以去多看看不一样的人跳舞的风格长什么样子。升高二之后还要就是顾课业，会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希望你们可以撑下去。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帮你们的。高二不是只有练基础了，但是你们还是要认真练习，不可以偷懒，要继续努力练变更强，加油，希望你们可以撑到最后。 Hello 弟弟妹妹，想跟你们讲，就是你们很乖很可爱，然后也很努力在练习跳舞，进步的也很快，但你们超级粉，分到我不知道怎么讲了，要高二了记得成熟一点，不要那么笨啊，哦哟。然后希望你们在热舞社继续开开心心的，然后要好好读书，好好存钱，不要跟家里的人吵架，继续加油，爱你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Hello 学弟妹，我想要跟你们说，就是你们都蛮乖的，然后笨笨的很幼稚，虽然有时候很吵但还是很乖的小孩，你们真的有时候蛮白痴的。然后我们高二的惩罚现在要结束了，下次就换你们，不管是哪一组都要继续加油，然后 P 组正点变大，姐妹听不要快拍。没有啦，这一年过很快，虽然我可能不是很好的学姐，但还是希望你们这一年来有学到很多东西，也谢谢你们成为我们的学弟妹，才可以让我们也成长。三一加油，加油！